还没人喊卡是吧？也曾感到彷徨。看什么？刚才咱们去。这谁的歌啊？怎么这么好听啊？不用在电影里太可惜了。看完了这段视频，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恶意。搞什么鬼啊！我真的不是一个很爱演的人。其实演得最好的都是我们的演员，坐在监视器前面，遇到有趣的表演，我会比他们还疯癫，比他们还开心。然后遇到一些比较心痛的场次，当他们真情流露的时候，我也会被他们感动。有些时候可能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某些场次，他们可能会由于一些表演经验相对比较少一点点，会把我当演员的过程里面所有的心得，然后倾囊相授。而且我真心的希望他们觉得这么啰嗦的导演确实对他们有帮助。目前看起来他们应该表现都还挺不错的，特别好，一条狗优秀到没有办法做作为观众，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一群，因为你只要花少许的电影票钱，就可以欣赏到我们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的努力。太假哦，这样子做不了哦。好冷吗？先上来暖一下。那我相信在电影院里面，他们应该可以得到最多的属于他们的掌声。好了，导演日记第二期，所有人都已经收工了，只有我留在这里加工、加工、加班。夜深了，我连话都说不清楚，饶了我吧，再见。